春天宝宝六合一多功能积木桌，独特多重稳固设计原理，无需借助任何工具，轻松安装完成。我们是用环保材料制作而成，积木桌的两侧有两个小收纳挂篮，放积木、放文具等等都没有问题。面板为双面设计，背面是一面积木板，小朋友可以发挥想象，自由拼搭积木。看，拼装出一座滚珠积木城堡，将面板设立起来，秒变积木墙。在拼装积木的过程中，不断培养小朋友的空间感和创造力。面板的另一面则是平滑桌面，方便小朋友日常看书、学习、写字、画画时使用。小朋友快来一起玩耍吧！独特人性化设计，内置隐藏滑轮，秒变旅行箱，真是太神奇了！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关注春天宝宝。